场点，同样今天是我们户外场地，大家准备好了吗？你的跳操的服装，还有你的这个瑜伽垫、跳操垫、球鞋，都准备好了吗？我只拿一个水果来，备好了，好不好？那我们要开始来喽，准备一起开始来跳操。那在我们的现场有许多我们的男孩女孩们，今天是我们的户外第一场的跳操，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赶快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让他们一起进来感受一下第一次的首场户外跳操的感觉，让我们在今天在户外带大家一起全身燃脂全身雕塑。 Let's go， 我们现在就动起来吧，下音乐来了，跟着我们起来，这什么也没有，上台，Come on， 我的妈，这音乐太过瘾了，我们现在的音乐是比较小声的，放手，再来， Come on， Come on。来手画圈，再一次 ，Oh yeah！ 大家如果刚进来的，记得帮我们关注，来双手，会有杂音吗？大家听一下。稍微忍耐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处理。加油，各位，可以吗 ？Oh yeah！ 有人是断断续续的吗？真的吗？再一个，左往上。Oh yeah！ 耶，大家加油！加油！再一个，很棒，快，动！来，我们双手一起动。Yeah， 我今天我们大家要好好的把身体储存的能量消耗掉，跟我们一起动起来，来加油，加油，加油，如果你刚进来赶快收关注，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如果大家觉得呢有一点点问题的，稍微忍耐一下，我们正在调试我们户外直播现在所有的硬体设备，加油，跟着我们起来， Come on， 再来一次， Come on， Oh yeah， Come on， 动起来，五六七，来左右脚先动一下，换一下，调整一下呼吸，现在我们正在暖身，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让你开启一个燃脂，把你昨天储存能量卡路里一个一个燃烧掉，好不好？ Come on， 再一次，哇，音乐，嗨，来，大家起来，加油， Come on， 再一个。举上，手举高，再一个 ，Come on，Oh yeah， 双手，加油 ，Oh yeah， 好了，第一场直播的第一首歌，我音乐已经几乎快听不太到了，所以我看有没有时候是抓不到节拍的感觉。对，你们俩也非常的安静，是不是？对，心里有担心吗？心里面是十分的担心。哎呀，我跟你讲，直播就是这样，很难控制所有的事情。对，但是呢，第一场户外嘛。对，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哈，那个设备啊、音响啊、声音啊什么的，他们团队都已经在努力中，所以呢，各位男孩女孩呢，加油，支持一下我们，让他们给他们一点时间，持续帮我们按赞，现在将近70万人在我们的当中，持续帮我们按一下赞，好不好？让他们给我们的同仁们鼓励。我知道你会想要抱怨，可能在现场状况有一些，但这不就是你生活上面大家常常会面对到的问题吗？对。如果你看到问题，你跟大家讲，其实除了这个心情不好跟负面的思想之外，你可能可以给多一点的鼓励，或者叫他加油，然后告诉大家可以继续，我们把它更好，因为没有尝试没有更好。
尝试，说挑战跟困难，我们说挑战，希望你也陪伴我们，跟着我们一起尝试我们第一次的户外直播，好啊 ，OK， 好了，来，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大家在暖身，刚开始暖完，我们喝一口水，我们现在呢要进行第二首，我们改善圆肩驼背的弓弓偏头痛，完了音乐可能会更小声，请我们的同仁们稍微注意一下下，好不好 ？OK， 好，来吧，喝口水，我们来第二首，音乐放下去，水在这，宝贝。没关系，那是。你这个笑话。我喝抹茶。有够难。啊，记得。OK。大家都准备好的话，这个茶粉泡水也是很好，在可以配它的料。好不好？如果你还没吃关注，快吃下关注哦。好，跟着我们。我现在在帮你这个。哎呦。哦。在帮你。你好，准备五、六、七、六、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再一次，来，还剩没问题，起，什么？重起来，我升。五六七三一遍，什么？很好，加油各位！五六七点啊，加油！加油！加油！五六七，啊，再一遍，啊，五六，点一下。大家抬头挺胸，昂首阔步，从头。我们先做加，帮我们的眼睛、驼背，还有我们的背部上身暖一下。小子，来。单词的一天。帮你雕塑身材，全身雕塑 ，Come on！ 我啊，六五六七八，加油 ，Come on！ 抬高，五六七六三个 ，Come on！ 呀、yeah ！来，别！加油，各位，跟着我们起来，我们首场户外直播，各位一起动起来 ，Come on！ 呀，耶！加油！耶！五，再一个 ，Oh yeah！ 好了，改善圆肩驼背，现在怎么样？还没有什么问题吗？好，再高两分钟。好了，不好意思，那我们让我们硬体设备的同仁们调试一下下，我们稍后两分钟马上重新开，好不好？谢谢各位，待会见，待会见，谢谢。来，从头来一遍吧，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现在一起来暖身，我们来试看看，可以让大家更好，好不好？我也想办法把事情做到好，请给我点机会。现在现场已经进来60万人了，鼓励大家跟一起动起来，首场户外直播，我们一起努力。导播没关系，先 take 个记忆念念，让我们跟着一起来，好不好？来，五六七 ，go， 点一下，加油各位，不好意思各位 ，come on。如果你刚进来的，帮我们设下关注；如果你在看的，帮我们持续按赞，好不好？点一下。好，来听。点。二。点。再一个。Come on。加油。Yeah， 吐气。Oh yeah， 加油。好了吗？哦，很好。佳丽，那你要记得设关注哦。五六，跳踢。Come on。跳起来，很棒。哇，来，手牵手，我们户外直播，对，面对困难，我们就要跨越，我们要胜过挑战，胜过困难，再一遍，人生就是这样，
才会有故事。加油，各位，吐气 ，Yeah， 来，准备，蹲，二，三，四，蹲。很棒，各位，现在70万人在我们的直播间，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第一场的户外直播，有你们参与，这次会更美丽、更棒。五、六、交换踢腿，很好，再一次吐气，很棒，加油，很好。这边再开，因为我怕你。很好，再一个，准备开合跳 ，Go。吐气，保持你的呼吸顺畅。现在我们正在做算是中低强度的有氧训练，加油各位！五、六，我们再来八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蹲踩，脚踩后方，很棒，加油！再来一次。现在70多万人在我们的当中，这是刘畊宏的播间首次的户外直播，欢迎参与进来，赶快设关注，帮我按赞，我们各个城市的男孩女孩们，来跳，再一个吐气，再一个，很棒。核心稳定，平时要稳，跳起来更要稳。来打保龄球，哇，我感觉我场地好大，加油，再来一次。如果你在看的话，帮我们持续按赞，给我们各个城市的小伙伴一下，还没关注的时候一下下，很好哦。五、六、七、八，定格。Oh yeah！ Yeah！ 哇！各位，告诉玉姐，对，当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在对，你还会不会想到运动跟跳操 ？Yeah！ 会不会？会不会？会吧，好。会不会？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布置一个非常棒的户外场地，是非常美的。我就希望给我们的男孩女孩们一个礼物。其实直播我不需要费这么多心，请这么多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这么多灯打着，其实也超过我的想象。但我们就希望给大家一个最棒的。今天粉红色的小屋，们，希望大家今天跳操的感受是跟往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还有我的嘉宾，我的嘉宾是一，我看到了吗？这地方现在已经要来休息了，不是假的，他们是真的哦。我没看错的话，他拉屎了吗？哇，这马也太会拉了吧！是的，他们很乖。你拉的太多了吧？哇，吐口水，他吐口水，他之前他吐口水。好，哎，那我们继续喽。刚才我们腿跳完了，今天我们来跳一个。既然现在麦克风都 OK 了吗？音乐也都可以了吗？那我们现在来一个水手趴。对，七月送给大家清凉一下的，非常好玩也大受大家好评的水手趴水，跟我们动起来。Oh yeah， 来喽。再跳长一点，你放心好。Go！ 不是我们，那你刚学的，赶快跟上。来，六、七、Go！ 很好。五、六、七、Go！ 跳起来！换上，再一个。哇，胸打开了没？再来一点海带，划水哦！当众划水，加油！快80万人了，加油！明明是那划水的。再一次。哦呀！此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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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
1 2 3 我们换动作。火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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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水手 Oh, oh, come, come, honey 我希望你胜过 money 5 6 7 8 Come on 水手泡水动起来蓄凉一下就在夏天送给你们的礼物叫我水手 Oh, oh, come, come, baby 每人都有一万个大 baby 再来一遍直播当中，新的七月的水手泡水，大家喜欢吗？喜欢帮我刷一下喜欢 ，Come on， 可以吗？欢迎大家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刚进来的，帮我设一下关注，好吗？按一下赞。我们呢就会这个导播在就是适当的时候呢切个远景给大家看一下。对，现在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讲镜头近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半身了，还是全身了。但是呢，当我们好好跳脱的时候呢，导播就让你看清楚，对，好不好？其实不用担心，对，导播随时在看屏幕，对，让看大家的感受。我们今天我跟你说拿。有将近50位团队在为你们服务的哦。对。所以你们今天晚上跳槽，不是只有跟红哥在直播间室内里面的2-3个人。没错，好不好？所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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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除了我们刚才水手怕水，大家手部暖身了，我们来暖一下核心，好不好？我们来一个女神操，带大家一起动起来。非常简单，我后来发现到。大家很多细节的动作可能不注意，没有关系，我为了拍一些分解的动作，因为过去我可能直接教过，但每一次都有大量的新的男孩女孩们加起来。今天呢，我们也再一次跟大家讲，我一定会拍更多教学带大家，让大家能够一个一个动作一个动作都学会，好不好？来吧，那我们一起来，女神操动起来，哦耶，左右两，记得屁股向后蹲，哇。音乐有点小声，再一个 ，Come on， 走，细小步 ，1 2 二头动起来，耶，很好，耶耶，再一遍，很好，加油，加油，5 6 7三头。向前不要打开，来，我们合十下，扭起来 ，Come on， 跳起来，各位，手向前，屁股微分 ，Oh yeah，Come on，1 2 1 2 3 4 5 6 7，下上上 ，Come on， 5 6 7，再一次1 2 3 4。呀呀 ，Come on， 再一次，很棒哦，各位，你做得很好。起，现在起来，腰弓下小蛮腰，弓狗腰，哦，再一遍，同时雕塑你的手臂，然后我们再来把我们的小蛮腰、弓狗腰练出来 ，Come on， 臀部翘起来 ，Come on，Let's go。5 6 3头，手肘向前 ，Come on， 一起来 ，Oh yeah，Come on， 再来，张梦，你屁股是不是跟着我是反方向的？
来，再一个，热烈掌声。Come on， 五、一、三、四。下上上，对，摇一下，调整呼，很好，各位，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坚强80万人在我们的直播，今天户外直播，就别轻易离开，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关注、按赞 ，5、4、3、2、1，来变，动起来 ，Come on。腰直，再一遍，很好，可以吗？张梦，三头，腰起来，手肘向前，很好，动起来，吐气，来下上 ，5、4、3、2、1 ，Go， 1、2、3、4，我再一次。2、3、4、5、6，我再一遍，呀，哦呀，耶，有没有越来越好了？可以吗？啊，感觉到了吗，各位？是不是感觉我们现在声音也 OK， 而且画面 OK 了吧？有没有渐入佳境的感觉？有，你看人数现在呢也将近要到达80万人了。刚才是不好意思啊，很多人可能前面进来，后来发现声音有点问题，甚至画面很卡。我们本来要给大家更高清晰的，但发现网络不允许，没有关系，我们努力调到最佳的状态给大家。当然应该算是我们在70万断播的吧，更累了，算是很猛了吧，对不对？很猛，再来重新来一次。我发现一件事情，现在要将近80万人，在户外跳操不容易，对，因为呢太宽广了，对，所以呢。注意力要更集中，所以没有你不需要更集中，因为你都是跟着我。没有，因为是我要更集中。他已经，对，他已经从这边然后跳到你的正后方。真的啊，张峰不集中我很正常。好了，各位，此时此刻要干嘛呢？今天我要第一次户外直播跳操，带着你知道现场很多人都。我们一起来了，《本草纲目》准备一起跳起来。今天呢，正式的训练开始，就在我们户外的直播。各位，加油！Come on， 喝口水，加油！一起来。Come on， 加油！四个动作很简单，大家应该都看过吧？各位。超过10000的人，跟着我们一起户外首播 ，Go！ 动起来 ，Come on！ 别害怕，5、6、7 ，Go！ 换腿，腿抬高，高过90度，加油 ，Come on！Let's go！ 五，来腰间的肥油，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左边腰间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我想要。很好，各位，听到我们的回应就对了，各位，加油！7、8。再一次，收起来，收起。6、7、8，腿抬高，很好。再来一次，准备喊口号了，腰间的肥油，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我想要。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换1、2、3、4，很棒。6、9，换，很好。再来一次。5、6、7，调整呼吸，休息一下，我们尽最后力。一遍。起来！啊啊！
肩的肥油，人线马甲线，马甲线腰间的肥油，卡卡人线马甲线，我卡腰腰间的肥油，卡卡人线马甲线，卡卡 OK， 很高，脚底，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OK， give me back， 还没结束哦，好，休息五秒，没有了，好，好了，没有关系，我再插一个麦克风，看一下声音会不会更好一点 ，OK， 哇，非常棒，哇，哎呀，你看我们多尽力，在这里啊，这边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外面露营的时候，在大草原，然后还有露营晚上吃吃喝喝结束完，大家一起围坐在一起，除了聊天、讲八卦、玩耍之外，你不要问太长的问题哦。你一个问题问了一分钟，我只要问，会有想到要起来带动大家一起运动吗？对。如果你是跟红男孩、女孩，你会成为你的群体中的那一个带动者吗？对，80多万的人 ，Hello， 嗨，各位，谢谢你们参与我们今天的户外直播，还有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然后可能大家打搅大家晚上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睡觉，好，虽然也很早，就大家能跟着我们起来跳操，感受一下我们首场的户外直播。这是外面可能不容易进来的一个园区里面而已。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每次刘畊宏啊在户外的时候啊，对，他都是那个带运动的带动者， yeah， 像他现在这样，是，他就说你们不要走，都过来过来。我们现在没事哈，晚上反正也没有干嘛，一起来运动，而且这个户外气，所以我现在我觉得今天太热，也没有冷气吹，平常我们在室内有冷气，我现在是有点想。我的感觉有点想逃跑了。哎呀，别想逃跑，逃跑去哪里啊？逃跑到哪边？我知道我可以逃跑到哪里去。你讲一段话讲那么久，你现在逃跑？你已经休息太久了啦，已经休息太久了。各位，你真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要昂叹昂时，你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又准备要到下一个操了，不能逃跑，想让人逃跑也没那么容易。好，各位来，先不说，跟着我们一起来。除了刚才呢，我今天我呢要带大家来做一个大家可能都会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周大侠的拳击操，带大家一起来跳起来，好不好？来，欢迎大家帮我们持续按赞。现在我们正在户外直播，带大家一起来跳一下周大侠，来吧，来 ，Come on，Let's go， 逃不了就大侠，对。OK， 不好意思啊，来，周大侠上 ，Come on，Let's go。Yeah， 现在用这个搏击操非常简单，大家用刺拳的方式，左右两边，好吗 ？Come on， 加油 ！Yeah， 冲冲冲，动起来，非常热力四射 ，Come on， 好，好，哇 ，Come on， 跳起来 ，Five， Five， Four。3, 2, 1, go! Come on! 全力以赴，再一遍。来，帮你全身燃脂。Go! 吐气，勾拳，走起。再一个。Go! 下勾拳。加速。哇！过瘾。Come on， 再一次，啊，哦呀，再一个，哇，我的汗都到我脸上了，汗水，加油，不，欢迎，我到站了，站了，核心，来一遍，用力啊，啊 ，Come on， 再来，80万人动起来 ，Come on。加油！五、六、七、八、动起来！吐气！还有，再一遍 ！Come on！ 五、六、七、八，赶快设关注，趁现在放下手边的工作，跟我们跳起来！最后一个组合拳，全力以赴，冲刺了！再一个，
算，汗流到一个爆汗了没？太热了，各位赶快喝口水。在户外没有冷气，好热，全部只有自然的温度。各位你看我们全身是汗，是不是？今天怎么办？救命啊！我可以去车子里面吹个。啊！你还想到车子里面去？你要逃到哪里去？逃到车子里面。你要逃到车子里面去？车子里面空间很大。真的吗？有冷气吹，然后我把我自己锁在里面，然后不用出来，这样我就很有安全感，这样我就可以。你进到车子里面，我看看。你讲那么多话，然后一直不冲到车子里面去，你想等待何时？要我把你抓出来吗？来，从车头上面露出一下，你给我们看看啊。对，你看有天窗哎，耶、yeah! yeah!。然后再从车窗里面爬出来的。对，我这里面冷气很冷很凉哎。好了，张峰，你准备一下，我们来表演一下你的特技给大家。今天呢，周大侠刚打完，我们来做一点腹部运动。准备，现在可以，他可以那个表演，我们可以休息的。等一下，我们在车上休息一下，然后给各位调整呼吸，喘一下，刺激一下大家。我让张峰表演一下他的三节棍，音乐。放下去，看，给张峰鼓励一下。如果觉得好的，帮我们持续按赞，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干嘛？哇，马尿尿了！哇哇哦！掌声鼓励！相册，添加谁的理由如何？我也我背上你的，我的就叫了的，却难得独自去摸一个。哇！飞到外面去啊！抢走谁在你头破裂的资格？哇！太棒了！张峰鼓励一下，哇！没想到我们刚才这个小算盘打得是非常好，待会呢不没问题，我让大家让你跳完操，看完张峰跟我们全部弄完之后，你再好好的跑回去好好休息好不好？各位觉得累吗？今天在直播间刚跟我们跳，我们户外流汗比较多，大家别担心，晚上你会非常的好睡。告诉各位，非常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凯利阿克，让我们刚才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座驾，能够看张峰精彩的表演。冷气很冷，很舒服。平时很稳，里面躺平在里面，不要出来。平时很稳，不平时更稳。各位，感谢金用的用车凯迪拉克 X75，加油！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马上，今天我们要让大家感受继续暴汗，全身燃脂，来吧 ，Come on！跟着我们再来一下，舌舞准备，来，舌舞，舌舞来一下，好不好？各位来，可以哈。哦耶，可以吗？不能问人，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也许你会觉得有点难，但没关系，张峰都已经敢跳了，可以跟着大家 ，Come on， 音乐再大一点点，再一次。我音乐听太高，我好难跳。跟着来 ，Come on， 跟着一起，副歌，张峰加油，再一遍，旁边，再一次 ，Come on， 来，手做什么？摇起来。很好，张峰，你这个动作越练越棒。三，来 ，Come on， 张峰，男孩女孩们，跳起来，胸，再一个，挺胸，屁股。
首场户外直播，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张，你一定不在你的位置上面。摇起来 ，Come on， 摇动你的小蛮腰，不要管我们的马儿，他的长杆非常正常，已经非常的整地都是他的黄金了 ，Come on， 加油！OK， 哇，啊 ，OK， 哎呀，大家可以吗？有跟上吗？我肚子都抽筋了，我这救命啊！我刚才确实有一段，我要坐下，对他的那一团啊，那个黄金，各位看一下，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觉得对不起这一位，你今天是吃太饱了，我们在做健身操，你弄满地都是。我猛猛可以，猛猛表现得不错，今天锻炼很乖。OK。三。因为没有冷气吹，然后又很热，汗流的比平常还要多一倍。我已经破了，我裤子都湿了。真的吗？嗯。OK。哎，你的麦克风在哪里啊？我没带。哦，你没有带麦克风是不是？我带掉了。哦 ，OK， 好，因为你的声音有问题是吧？那你要靠近我们一点点。好，来要讲话的时候，好了，鼓励大家，现在喝口水，调整一下。我们现在呢已经进行到蛇舞的部分，接下来我给大家很多的小朋友，今天不是有看到孤勇者吗？我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跳一小段的孤勇者，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张峰，好，还会吗？会。刚才看到张峰打三节棍，我想，此刻的我们，这位小姐，你干什么啦？我是想说你们跳孤勇者，我后面休息。不是，哈哈，你过来，一起来跳一下。我不要。把三节棍给他收起来，快点。真假？我。对。不能休息一下吗？是你们两个人，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跳一下，好不好？教大家一下《孤勇者》的副歌，非常的简单。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这礼拜天的晚上，带大家一起来动一动，保持调整呼吸，跟着我们一起来试一下。透过中国功夫，强身健体，还能保护，好不好？来 ，Come on，Let's go， 一起来哦，加油！确认。我打错，再一次，好，孤勇者说，大家带着孩子一起跳起来，强身健体，保护自己，好不好？现在我们再来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女神操，好不好？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女神操，来哦 ，Come on， 简单的帮助你翘臀、腰线，两个 ，Come on。Vivi 呢？好，休息一下。你真的太累了。这样子的，过来。哇 ，Vivi， 过来，不要闹了。哦，我的妈！你在户外给我出什么状况？哟。哇，体力也。
头向前，很棒，再一次，来下上准备，五、六、七、走。下下上下下上上，再一遍，下加油，各位，出发，下六七八二五，很棒，再一次，我们快一点点哦，五六，帮助大家跳出手背，同时让你露出你的小蛮腰，弓狗腰，再一个。手肘 ，Come on， 三头练起来，不要让你有蝴蝶袖、拜拜袖，再一遍，再来一次。如果你刚进来，帮我们按赞，五、六、七，换下，赶快设关注，帮我们按赞，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我就是传说中的刘教练 ，Come on， 再一个。五、六、七、八，摇一下就好，吐气。Oh yeah， 跟上了吗？男人、女人们 ，Come on， 加油！再来一遍，二头。Come on，baby， 加油！加油！你要立起好榜样，你的 baby 你才能跟上。Come on，Come on， 三头。像当时那种刀。起来，你不孤单，有很多各个城市的城市男女，加油！小蛮腰的，给我四秒钟，带大家去滑水区休息。什么东西啊？什么？那我的嘉宾两口都睡了，真的？我跳的这么激烈，杨国小姐，你怎么就睡着了呢？各位，今天张峰，你不要背对屁股照着镜子。讲吗？我的嘉宾八点就睡。真的？是他就开始啦。像几点钟啊？已经八点半了，他在躺着睡觉了，是不是？没关系，马上我们就要结束了。今天稍微晚一点，熬一点夜好不好？我们不是熬得太晚，好吗？啊，好，小来，各位 ，Come on， 好了，我们这样的全身男子有氧跟无氧加在一起，我们来练一个腿部的训练，非常多的简单，大家只要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你就能够帮助你明天在礼拜一的假期，我们休息的时候，你能够让你坐躺瘦，基础代谢拉伸。但各位一定要切记一件事情，看好我们的动作，好不好？音乐帮我下一下，屁股向后蹲，挺起来。OK， 准备了，一起蹲，简单的动作跳，来。Come on, let's go. Yes. 再来一次 ，Come on， 站起来。对，练起来。抬头挺胸，加油 ，Baby， 是你站。他们都在室内，你要把这个气氛带给大家，不要放弃，往上抬。加油，颠起来，活动你身上70%的肌群，让你明天坐躺瘦，基础代谢拉伸，还能拥有翘臀，可爱的美丽的小蛮腰。再一遍，跟红男孩女孩加油，在秘密天需要你们鼓励我。如果你刚进来，帮我们设关注，右边、左边，再来一次，吐气，很好。Let's go， 加油，很棒，我们再来一次，抬头挺胸，屁股在后面，核心稳定在单脚的那条腿，对，加油 ，Come on， 六，来蹲，把你的翘臀练出来，换左边。很好，
做最后一遍，这一组帮你翘臀，练出你的腰，记得屁股向后蹲。我们再来一遍，你一定可以做到。脚边，右边，左边，屁股翘起来哦，抬头挺胸，对，重心稳定，在这只脚，很好。OK， 非常棒。今天礼拜天，没有给大家过多的练腿。那今天在户外直播，我的心情非常的愉快，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觉得开心的帮我刷一下开心，觉得爆汗的帮我刷一下爆汗，觉得过瘾的帮我刷过瘾，觉得赞的帮我持续按赞，好吗？如果你还没有设关注的，赶快设关注。好累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如果你是新来的，赶快帮我们设下关注，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不要只是看夏天来了，赶快动起来。我真的需要你们鼓励我。对。哎，我如果昏倒在台上，你会不会怎么样？昏倒？张峰比你先倒了。张峰不能怕，这户外有什么呢？好了，来，我要累了，我要带大家到户外跳操。你去了户外，我告诉你，我就是阳光男孩，我就是生长在阳光之下。说话说对。现在是晚上哎，爆汗了吧？来自远方，赶快来关注。可是我们户外的时候是白天呐，咋办？对，来，那不是更热吗？在这个时候，大家刚跳完热操，各位，我再给大家来一个，刚才今天都还没跳的牛仔房，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动作不复杂不难，只要你愿意，我们一起在广大的牧场陪着。哎，马被带走了，羊驼也饿了。等一下，羊驼。完了完了，我们今天跳太久，羊驼也拉了，各位不好意思，那个眼不见为净哈，先别看到那里。今天我们这一块地是遍地遍满黄金，非常的棒。来，牛仔很忙，我们一起跳起来，好不好？喜欢的帮我按一下赞，如果你在看的，帮我们鼓励一下我们各个城市的男孩女孩。然后没有关注的，赶快设关注哦，好吗？来，户外来了。五、六、七、go， 走啦！手刀往上，要回来，对，双手双脚，很棒。往上，累。哎呀，双手，再累。很棒，跳起来，来，不要麻烦了， come on， 往外，再一次，往外， OK， 踢腿，哦，三四五六七 and 八，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跳。单脚高合跳，很好，各位，只要稳住，加油，再来一次哦，很好 ，Come on， Oh yeah， 五六七 ，Go。右边手刀，左边手刀，跳起来，双手双脚 ，Oh yeah， 很棒。左拳，Come on， 起来，加油！双手双脚，来 ，Come on， 再一遍，
3、4、5、6、7、8，跳！加油，各位，最后一遍了。张光，你又没在位置上，是不是？然后跑去打我老婆，往外。欧阳，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给所有的男孩女孩们掌声鼓励一下。大家，如果你在看的，休息，帮我们持续按赞，好不好？欧阳，太过瘾了，可以吗？真的好喘。你有喝水吗？你喝口水去。我要喝水。去喝口水，调整一下呼吸，各位，调整一下呼吸。在夏天，大家流汗比较多，记得一个人呢，1公斤至少要30cc 水，如果50公斤，1500cc 的水。不包流汗哦，像我像流汗那么多，我就要喝的更多，所以我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喝掉了大概3瓶了。所以各位，水的补充要非常的适当，才会在夏天跳操更好的排水。好，谢谢你。张峰，来一下。刚才呢，表演了3节棍，对不对？累不累？B B 姐累，需要你先再表演一下这个3节棍给大家耍一下看，好不好？有没有赢过？哎，人家叫请不要坐在那个地方，人家请不要坐在那个地方。那怎么样？坐在哪里？你可以靠在车上一下。对，音乐给他一点霍元甲，让他来跳一下，好不好？Come on， 你小心要被他打到，过来一点点。救命啊！你要小心哦！掌声鼓励一下，因为他也很累了。怎么，你们觉得累吗？嗯，我都还好哎。好累哦！哦呀！好，如果觉得不错了，帮张峰按一下赞好吗？这个功夫小子，今天我就知道操他了。哎，20多岁的人，难道不应该好好的累一下？这什么累？在个户外就觉得累。我从早晨跑到晚上的 Who to Coast， 我也没觉得累。跑马拉松累不累？累到腿都走不动了也累。但年轻人，你就是要有的拼。刘教练在这里就是要逼你。要做出比你更自己原本真正的强度更强才行，好不好 ？OK。同时，我因为不敢讲我老婆，我只能说你来，老婆大人，请到这边来，谢谢。我们操还是得继续跳，还没结束，现在几点了？各位，几点了？啊，44分，来，我们再来一下。哎，随手怕水可以吧？给大家跳一个7月的新操，随手怕水。如果你还没学会的，赶快跟着我们跳一下。这是我7月送给大家大礼，超多人喜欢，一发之后很多人都跟着激动起来，动作简单，跟着一起学。夏天，不要说你手背，不要让你蝴蝶袖、白白袖。Come on， 加油！Come on！ 哦耶，我的水在飞耶！你看我的，哎，你这样手干嘛？哦耶 ，Come on！ 哦耶，我就是大力水手。
再来一遍，跳起来，加油！我很酸，我知道，因为就在雕塑你的美人尖跟手臂。五六七，最后，再来一次，肩膀很酸，对，很棒，就是那牛眉剑，棒的，呀，耶，耶，可以吗，宝贝？给 Vivi 姐加油一下好不好，各位来给她加油一下，帮 Vivi 按一下赞，可以吗？因为她的手背需要雕塑的更漂亮，她也告诉我她的肩膀想要穿无袖的露出来更好，有时候还有一些的副乳也需要调整，加油，对不对？夏天，夏天快到，对，我们约定好我们要去海边穿比基尼，你要到穿，你确定吗？已经夏天了。哎，我没有跟你约定，我是跟镜头前面的跟红男孩、女孩，还有约定，一比男孩、女孩一起约定，约定去海边穿比基尼。好，来，最后各位，我们再来一首腿部的训练，这首比较难一点，像几点啊？还有腿部的。好了，这样好了。18分了是不是 ？OK， 我们再来一个腿部的训练就好，好不好？今天最后一个腿部的训练，因为明天是大家要放假嘛，休息，好好享受。不管是开工或者这个大家出去，或者放暑假人出去玩，好好享受你人生，腿部一定要稍微训练一下。我们来个，好不好？来，大帅，各位请准备，跟着一起动起来，好不好 ？Come on！ 救命啊！哎呦喂啊！哇，这音乐怎么变这么小？哦。太小声了啦，来，左边，一二三四，我脚尖，很好，我都不太敢讲话了，因为我是没办法的。再来一次，对呀，很好。这个 ，Come on， 摸脚边，很好。三，四，在这边，很棒。我定住核心，再一次。3、4，跑步。5、6、7 ，Go。Come on， 右边，左边，前，后，okay. 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前，后，前，前，后。再一次。Don't believe me, just run. Don't believe me, just run.One more time. 三，左边。对，很棒。正面。1、2、3，右边。1、2、3，摸脚尖。屁股，上臀，抬头挺胸。很棒。来。再蹲一次，蹲，对，往这边，加油，加油，再一遍，刚进来的赶快设关注，先看我们跳，加油，待会跟我们一起来，5、6、7 ，Go， 前后，好，右边，左边。左边，前前后后前后后，再一个，左，再一个，左 ，Come on， 后前后后，原地踏步，调整呼吸。在夏天，我知道非常的累，各位坚持一下，就是我们忍别人不能忍的，对自己狠一点。
这个世界才能对你更仁慈。加油，抬过，一、二、三、四，原地踏步。五、六、七、八、九、十、四，再一次，原地踏步。再一个，抬起来，二，我好像去游泳了一样。再一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往左边，一，加油，朋友们，加油，加油，一，很好，二，三，四，右边，明天赶快 room service 等起来，摸脚边，外卖点起来。享受美食，好好练，加油 ！OK， 二、三、四，换这边，二、三、四，换这边，二、三、四，跳起来，最后了，蹲步，蹲，右边，左边，别动，很好，前后，最后撑一下。再一个，右边，边，右边，左边，边后，边后后，哇，耶！你们完成了，非常棒，非常棒，各位，非常棒，各位，给自己按赞一下，给自己鼓励一下，暴汗的刷暴汗，觉得累也可以刷累，累，觉得过瘾的刷过瘾，相信你们都做得非常的棒，来，一样。今天几分啊？好，我们再来一首歌好不好？今天因为中间我断了一下下，对，我答应补给大家。能跳阳光宅男好不好？长一点点，阳光宅男吗？对，很符合我。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户外，在户外跳一个阳光宅男。因为先让大家跳那个《本草纲目》，我觉得大家会昏倒。其实是我会昏倒，我也会，我知道，各位，阳光宅男，我们一起跳一下，动作很简单，四个动作，各加手的《本草纲目》，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本草纲目》的脚会，加上手三手刀，我前面有都教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最后一首《本草纲目》，再来我们就拉伸，啊，是《本草纲目》的阳光宅男，阳光宅，他的手啊，我想。好看吗？可以吗？来，今天走到户外，我们来一个充满阳光的阳光船。现在已经今天是有太阳的，他们本来还怕下雨，我说不用下雨，我已经淋雨了。我淋不淋有什么差别？淋不淋淋有什么差别？跟着我们起来，阳光宅男，男人你要动起来，动起来，三、起四 ，Come on， 一、二、三、四，再一次。很好，六、七、五、九、二、三、四、一、二、三、四。如果你刚进来的，帮我们设关注，您左上角的福袋，跟着我们今天一起跳起来，五、六、七、go， 很好，再来 ，Come on， 加油，动起来 ，Come on。把你腰间的肥油咔咔让它掉 ，Good， 最后加油，各位再打卡成功了，来，全家人一起，简单的动作节奏不快，能全身燃脂，全身雕塑，学校的同学们都可以学，六、七，换脚底，往上，雕塑走步，腿部。此刻跟着我们在户外动起来，我知道你们一定觉得累，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撑过了，在最后了，加油，夏天暴汗，过瘾就是这样，五六七八，哥弟弟加油，大弟弟好安静啊，今天很累，帮他按摩哈，加油，加油，筋膜相准，好，做好练，动起来，冲刺，加油，加油。
如果你在看的，帮我们按赞，鼓励一下各个城市的小伙伴们 ，Come on， 左边，很好，再来，加油，吐气，五、六、七、八、九、十、来，加油，小米。鸡排海鲜，再来一个。火锅啊！明天休息，你们好好享受美食，加油！跟着我们最后户外的直播跳操，最后一个操了就要拉伸了，加油！前面，打开你的胯，踢起来，让你人鱼线、马甲线赶快露出来 ，Come on！手画圈，加油！哥，你们很棒，你们很棒，你们做到了。我们首场户外直播，你们跟我们一起做到了，加油！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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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back。OK， 各位，我知道呢，首场户外直播不容易。如果你现在在现场，跟着我们一起来的，帮我们持续按赞一下，我们人这么多，一起按下来好不好？来，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今天的热情。同时间呢，也谢谢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现在呢，今天最后一操结束，我们要带大家做拉伸了。拉伸的时候，我顺便可以讲一下今天户外直播的感想，好不好？来，帮我放一下马一朵，可以大声一点点吗？加油，各位！我们一起拉伸一下，你们做到了，有跟全部的帮我刷下五好吗？然后给 Vivi 鼓励一下，帮我持续按下赞。哦，这个有冷气跟没冷气真的差很多。哦，对，其实对我来说都差不多。好来，我们先拉一下臀部，把手打开 ，OK， 放起来，手，肩膀碰下巴，吐气，很棒 ，OK， 五。四、三、二、一，打开。好，肩膀碰下巴，很棒，各位，谢谢你们今天参与我们第一次首场的户外直播，哇，非常的开心，有这么棒的场地，粉红色的小屋送给大家，也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感受，走向户外。我希望你们在户外里享受大自然，更开心。平时很稳，不平时要更稳。OK， 再来，手肘放后面，右手拉，对，往你边边靠，调整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很好。调整呼吸，很好。再来，换这只手放进去，右手拉，很棒。Yeah， 啊，棒。That's right， 手放后面，手抓手，十指紧扣，对 ，OK， 这时候你的脖子，尤其有富贵包的哈，原先驼背的，来，把脖子靠向你的右肩，然后你的下巴往这个上方，四十五度角抬上去，对，拉下你的下颚线，让你不容易有双下巴，还有颈纹。好 ，OK， 换左边，靠下你的左肩，下巴往右上。对，这时候你的手在后方，十指紧扣。平常每一次在办公室、学校、家里都可以常做这个动作。OK， 好，最后拉下你的腿后侧，对，调整一下呼吸。谢谢大家今天来我们的户外直播，非常的开心。还有现场的朋友，一直从开始就到现在，谢谢大家。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换脚，谢谢你们辛苦了。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我们直播的团队第一次感受户外这么大型的活动，而且我们经历了平时不平时更稳的状态。对，好不好，各位？虽然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崎岖，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持续向前行。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做事的态度跟毅力。拉下你的臀 ，OK。腹再拉一下下 ，OK， 可以扶我一下，没关系 ，OK， 很好。对，
你去扶一下凯莉，她干嘛？刚好。对，这样子。我们在她旁边拉一下，好了。对，很好。你到那边。好，那里。那边。张峰就是老师。他很可爱。对。屁股再拉一下，最后。他们两个像流星花店的大人。不要再去。真的吗？OK。各位。 像几点？就零二分，各位，谢谢你们，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我们呢在这场户外的直播，我们享受了第一次在大特然当中跟大家一起跳操，谢谢你们，让我们有一个给我们男孩女孩们这么特别的一个夜晚，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各位记得在结束的时候把我们在那个心上面按一下，我想看，相信大家一定下次在直播礼拜二的晚上。 气氛，我们一样会在直播间带大家操操，对，大家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 ，Happy Tuesday， 感受我们的人生，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拜拜，我要去，拜拜，我要。